这是个神奇的老教堂，这个侧面有很大的窗，可以看到教堂内部的样子。然后从这个窗看出去，可以看到正面的，不知道什么玻璃，还要去正面看。然后在这边鸟飞，拍翅膀的声音就跟在电影里面听到的完全一样，非常雄伟的一个教堂，在这个古城拿破仑。这是正面。这里不知道是正面，反正我很希望可以拍到鸽子振翅的声音。结构非常特殊啊，所以这个窗是没有玻璃的呢。哦啦啦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么大一个广场啊！然后前面全部都是一些实心的柱状，这可能是空心的，我猜。可是教堂要哨塔干嘛嘞？这门一般大小，算高一点的门，然后高上去，就是这种只会出现在游戏里面的地方。好想爬哦。Okay.